家好，我是小天。昨天啊，花了一天的功夫，紧赶慢赶的给毛孩子们做好了5个笼子，现在呢还有9个没做呢。确实一个人干活太慢了。今天我妈也是主动找到我要跟我学习手电钻，想学学怎么用，然后跟我一块儿干活。今天的任务就是把所有毛孩子的笼子都给做好，然后铺上被子。晚上的时候呢，让所有的毛孩子都能够暖和的窝在小窝里边。这会儿呢，东西已经准备齐全，这会儿就准备干活了。妈，干活了。你讲我，你讲我这个手电钻咋用的。好，我跟你说，这边你先搁这摁过来，嗯，然后这是开关，好，都是摁着，摁呀。赶在天黑之前把今天的工作给做完了，两个人干活就是快。今天我妈我们两个人花了一天的时间，终于是把毛孩子们所有的笼子都做好了。等一下呢就把笼子摆在位置上，然后铺上棉被，这样笼子的事情也算告一段落了。这会儿天色啊也比较晚了，等铺完被子以后也到了毛孩子们晚餐时间了，这会儿就抓紧时间先干活吧。妈，抬笼子吧。嗯，